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。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拳归一。少林达摩剑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：两脚并步而立，右手自然下垂，左手指中指伸直，余指取握，反手持剑，竖剑于左臂后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预备式，起势：左脚向左跨半步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右手变拳，拳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挺胸收腹，舌抵上额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，金刚念佛，右拳变掌，向右下而后向右上，经额前上方立掌，向下竖于胸前，目随手走，直与喉平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金刚念佛，罗汉烧香，左手向左上，而后向前下，放于腰后，剑尖朝左上，背于左臂后，同时右脚向左脚后透步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右手向右下，使中指伸直，
与之取握，便见之，而后向右上经额前上方向下竖于胸前，直与喉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罗汉烧香。大鹏展翅，双腿起立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同时两手向两侧再向前，右手在上重叠于胸前，两手心朝下，而后两臂手心朝下向体两侧平伸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大鹏展翅。回头望月，上动不停，两手向前重叠于胸前，左手在上，双手手心相对，右脚向右落地，上体微右转成右弓步，同时左手向左后放于腰后，剑尖朝左上，背于左臂后，右手内旋向右上放于右耳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回头望月。蛟龙出海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左手持剑放于右腹前，右手向下顺把接剑，左脚向前落地成左弓步，左手便剑指向上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，手心朝前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前下刺出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蛟龙出海。云顶穿心剑，左手向左下放于腰后，右脚扣于左腿弯后，右手舞剑，使剑向左上经头顶向后再向前，右手下落收于腰间，剑尖朝前，右脚于左脚后震地，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，左手剑指朝右架于头顶上8厘米，右手持剑向前平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云顶穿心剑。
展腰剑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手向下放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右前臂向左平放于前臂外侧，剑尖高于头平，斜指左上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而后体右转180度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右平削，左手剑指不变向左平伸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斩腰剑。转身撩劈剑，上动不停，体右后转180度。右手持剑向前上撩出，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剑指上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，右臂外旋向前下劈剑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转身撩劈剑。单击独立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右上，而后向右下直臂劈剑，剑尖斜指地面，力达剑尖，左手剑指放于左耳前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金鸡独立。蛟龙闹海三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左腿向左落地下蹲，重心6分落于左腿，4分落于右腿成4溜步，左臂左身微上屈，左手剑指高于头柄，手心朝上，重心右移，右肘与右膝相照，右手持剑使剑尖按顺时针方向摇动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重心后移，右手持剑使剑尖按顺之方向摇动，体右转9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手收于右腹前，使剑平直于右膝前上方，剑尖朝前，左手剑指放于右腕上，两手心相对，目视前方。三，右脚向前落地成右弓步，左手剑指护于右腕，右手持剑向前下刺出，体左转90度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抖腕竖剑于体右，力达剑尖，左手手心朝上向左上刺出，左臂微上屈，左手剑指高于头柄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蛟龙闹海。
弓步劈剑，上体左转90度，右手持剑向前下劈出，左手剑指放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剑。金鸡独立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180度，右手持剑前上撩，右脚向后退步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持剑直臂右下劈，力达剑尖，左手剑指放于体左上方，高于耳平，手心朝左，目视右下方。请看侧面金鸡独立。穿剑，体左转90度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左手背于腰后，右手持剑使剑尖向前上，向左后下，向右前，再向右后穿刺，右脚与左脚后阵地，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翻腕收于右腹前，使剑尖朝前平直于体右，而后直臂向前刺出，肩与臂平，力达剑尖，左手放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穿剑。仙人指路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提起，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腕内旋回拉于体右上方，高于头平，使剑剑尖朝左下斜于胸前，左手直臂左指，臂与肩平，手心朝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仙人指路。燕子穿云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左落地，体左转90度，右腕外旋，使剑尖朝前，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同时上体左拧，右手持剑向右平刺，剑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左臂左伸左指，手心朝前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体左转90度，右手上举，右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，同时上体左拧，右手持剑直劈右下，剑尖与右膝同高，左手直臂左伸左指，手心朝前，剑指与头同高，目视右方。
看连贯动作，燕子穿云。转体下磕剑，体左转九十度呈左弓步，同时右腕内旋，使剑尖向右后下磕击，剑体与右腿平行，左手回收竖剑指于右肩前，手心朝右，目视右后。请看侧面转体下磕剑。虚步撩剑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前下，而后向右后上运行，重心后移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右手向前上撩剑，使剑尖朝上斜竖于体前，右手与左膝相照，左手剑指点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撩剑。歇步拦腰剑，左脚跟落地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手心朝下向右平削，力达剑尖，左手手心朝上，直臂左伸左指，双臂与肩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歇步拦腰剑。虚步撩剑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前下，而后向右后下运行，左脚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右手向前上撩剑，使剑尖朝上斜竖于体前，右手与左膝相照，左手剑指贴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撩剑。指天画地，左脚跟落地，两腿直立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右脚提起放于左脚外侧成十字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右下甩，而后右腕外旋向上，使剑尖朝上，经额前上方竖直下刺，剑拔与鼻同高，左手剑指直竖于向上，左臂抬肘
架于左手与头顶上方，手心朝前，目视右方。看侧面，指天画地。蛟龙出海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，右手持剑收于腰间，而后剑尖朝前向前平刺，剑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蛟龙出海。青龙摆尾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手剑指向下竖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体右转180度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朝前平置于体前，右脚向后退步成左弓步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90度，上体左倾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右下甩，使剑尖向右后下，而后向右前上，竖剑于右前，目视右方。三，上动不停，重心右移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同时右手持剑微后收，而后向右前下刺出，左臂内旋，抬肘，肘与耳平，左手剑指指向左膝，目视右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青龙摆尾。虚步撩剑，体左转90度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前下，而后向右后运行，左脚向前落地，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前上撩，使剑尖朝上斜竖于体前，右手与左膝相照，左手剑指向下放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虚步撩剑。脚底飞沙，三个连续动作：一，左脚跟落地，右腿后撩，上体前倾，左右臂分别外伸，双臂与肩平，手心朝外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二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左腿后撩，
上体前倾，双手手心朝上，合于体前，剑尖朝前，高于头平，目视前方。三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右腿后撩，上体前倾，左右臂分别外伸，双臂与肩平，手心朝外，剑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续动作，脚底飞沙。弓步刺剑，右脚向前落地成右弓步，左手向上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，手心朝上，右手持剑向前平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剑，蛟龙戏水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右脚向后退步，左手向下，剑指朝上，竖于右肩前，右手持剑右后撩，而后右臂外旋向上，使剑尖向前上，而后向右后下穿刺，重心下落，上体右转，左腿全蹲，右腿绷直，呈右弓步，剑体与右腿平行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重心右移，体右后转180度，双腿下蹲呈歇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右上，横剑于左肘外上侧，剑尖低于剑把，右手与耳同高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蛟龙戏水。弓步劈剑，体左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呈左弓步，左手向上横架于头顶上8厘米，手心朝下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前下斜劈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劈剑。斩妖剑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左手手心朝下放于胸前，两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朝上，经胸前向左，经左肩前向右平削，剑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左手
手心朝上，向左平伸，两臂呈一直线，与肩同高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手回收，手心朝下放于左胸前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朝上，经胸前向左，经左肩前向右平削，剑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右臂与左肩成一直线，目视右方。请看连贯动作斩腰剑。仙人指路，左脚向右脚后透步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左上，竖剑于左肩外侧，而后右手右上拉，右手与耳同高，剑尖朝左下放于左胸前，左手向左刺出，手心朝前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仙人指路，举火烧天，右腿向右上步，两腿微曲，上体左倾，右手持剑向右后平扫，而后竖剑于右肩外侧，剑尖朝上，左手剑指竖贴于右肩前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右手持剑直臂上刺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举火烧天，蹲步刺剑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左下，向右上，而后向右后下，再向前，剑尖朝前平直于右前，右手收于右腹前，右脚向前与左脚并步阵地，双腿下蹲成蹲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前下刺，力达剑尖，左手剑指贴于右腕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蹲步刺剑。蛟龙缠身，三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右脚向右跨步，左手剑指放于右臂二头肌内侧，右手持剑向左，使剑体经左肩外侧向右下运行，左脚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右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左钉步，
右腕外旋，使剑平置于右肩外侧，剑尖朝后，目视右方。二，左脚向左跨步，左手位置不变，右手持剑向左，使剑体经左肩外侧向右下运行，右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左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右钉步，右腕外旋，使剑平直于右肩外侧，剑尖朝后，目视右方。三，右脚向右前上步，成右弓步，左手位置不变，右手持剑向左上，使剑体经左肩外侧向右前平削，右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蛟龙缠身。弓步刺剑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左下，而后向前上运行，使剑平直于体前，剑尖朝前，左脚向前上步，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向上，手心朝前，平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处，右手持剑前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剑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剑。绕身穿剑，四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左手向后下，放剑止于腰后，手心朝后，右脚经左脚内侧擦地向前上步，同时体右转，右腕外旋，使剑尖向右后下，而后向右前上穿刺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手位置不变，体左转，左脚经右脚内侧擦地向前上步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左后下穿剑，体右转，剑尖向左前上穿剑，目视前方。三，上动不停，左手位置不变，右脚向左上步成交叉步，右腕外旋，使剑尖向右后下穿刺，目视右方。四，上动不停，左剑剑指经腰间竖直向上，左臂抬肘，使左手剑指平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处，手心朝下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前上，经额前垂直下刺，剑与鼻同高，目视右方。连贯动作绕身穿剑。
弓步刺箭，左手位置不变，左脚向左上步，右手下压，使箭平直于体前，箭尖朝左，左提转90度，称左弓步。同时右手持箭前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箭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刺箭。马上锁喉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右转90度，右手持箭向右下撩出，右脚向左脚后透步，左手下落于胸前，上体左倾，右手持箭向左肩外侧下劈，左手箭指贴于右前臂内侧，目视左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右腿微曲，上体右抢，同时右腕外旋，使箭尖向右后上，而后向右前上展出，左臂微曲，左身箭指前指，手心朝左，高于耳平，目视箭尖。请看连续动作，马上锁喉。点步挑箭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体前落地，右手向右后下抽箭，使箭平直于右腿外侧，右脚经左脚内侧擦地，向前脚跟点地，左腿微曲，同时右手持箭前上挑，左手箭指贴于右腕，箭靶与右脚相照，箭体斜竖于体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点步挑箭。弓步刺箭，右手持箭，使箭尖向左后下，而后向左前上运行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左手箭指向上，平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，手心朝前，右手持箭前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箭尖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刺箭。三撩箭，三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手向后下
放剑指于腰后，手心朝后，右脚绷直，脚尖擦地向前，垂直放于左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右后上，而后向右前下撩出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绷直，脚尖擦地向前，垂直放于右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左后，而后向左前下撩出，目视前方。三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右脚绷直，脚尖擦地向前，垂直放于左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右后上，而后向右前下撩出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三撩剑。回头望月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呈左弓步，上体左倾，右手持剑向左平拉，而后右臂内旋向右上展剑，左手剑指放于左膝上方，手心朝下，目视剑尖儿。请看侧面回头望月。仙人指路，右手持剑向左平展，而后内旋右下拉，使剑尖朝下放于右腿前，同时重心右移，右腿直立，左脚右拉半步，脚尖点地，左手左伸左指，手心朝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仙人指路。二次撩剑，两个分解动作。一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手向后下放剑，剑指于腰后，手心朝后，左脚脚跟落地，右手向前上穿剑，使剑尖朝上竖于体前，右脚脚尖擦地向前，垂直放于左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右后上，而后向右前下撩出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绷直，脚尖擦地向前，垂直放于右脚内侧，同时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左后上，而后向左前下撩出，
目视前方。请看连续动作二次撩箭。蹲步刺箭，上动不停，左脚跟落地，双腿下蹲成蹲步，同时右手外旋下压于腰间，而后向前上刺箭，左手箭指贴于右腕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蹲步刺箭。雄鹰展翅，上体前倾，右腿直立，左脚后撩高于头平，同时左手箭指贴于右腕，右手向前平刺箭，而后双臂分别向左右平伸，成一直线，手心向外，箭尖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雄鹰展翅。腋下藏花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前落地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双腿下蹲成歇步，同时右手持剑向左平展，左手剑指贴于右手上方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腋下藏花。回头望月，体右后转270度，上身前倾成右弓步，右手持剑向右后撩出，左手剑指放于左耳前，目视剑尖儿。请看侧面回头望月。神龟驼背，右手上举，体左转180度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箭指
上举于头前上方，右手持剑，使剑尖向前下，经左腋窝下，向左后上刺，上身前倾，左手剑指朝下，竖贴于左膝外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神龟陀碑。朝天一炷香，双腿起立，左手剑指向右上竖于右肩前，体右后转270度呈歇步，右手持剑右下甩，而后向上经额前上方向下竖剑于胸前，剑尖朝上，左手剑指贴于左腕内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朝天一炷香。收势，左脚向前与右脚并步，双腿直立，同时左手虎口朝下接握剑把，背剑于左臂后，右手变掌向右下而后向上，经额前上方向下竖掌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收势。